走散落在天涯，他们都老了吧。最喜欢听朴树唱歌。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，尤其是那首理想花儿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家里的老单板录音机坏了，就这样连磁带都放不出来，无限的吵，全是杂音，我就把磁带都扔了。我还跟他说，等他以后有钱了去现场听。装没有，明明在乎，又好装的不在乎。我爸不在了，我要照顾好我爸和我姐，结果还是没有做到。说到底，这就是我们的命，都得忍。就这样，各自奔天。